天会因为谁而放慢了脚步，热闹的蝉鸣复杂心情，不知道未来有怎样风景，电影会因为谁而重写了剧情，突然的暴雨路看不清，不知道今晚有没有星星，看着那最后一颗烟花火消失天际，提醒我有些话不说，一切会不会太晚，我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喜欢你，在无眠的寒夜告别的季节，拼命再勇敢一些，我们会一天一天一天长长的走下去，答案的秘密无解的问题都变成了最简单的一句谢谢你。是这儿吗？不是，你确定你把他们甩跑了吗？我好像听到宋子熙的声音啊。肯定吗？这事你可不敢马虎，万一他等会出现在门口，我是要死的，我跟你说，真的，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都没睡过好觉，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好像就是这儿。周思月，宋子熙开门呐！宋子熙，开门！我知道你在这儿，别躲在里面不出声。宋子熙，开门！别说谎，宋子熙，宋子熙，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这儿，你给我出来！不就被停学了吗？至于在这儿玩失踪玩颓废吗？别躲厕所里了，你给我出来！出去啊！我要跟他单独聊聊。不是不是，不是你。要不我先送你回学校。我的包还在里面，我还是去外面等吧。你下手轻点行，你把我打坏，我当不了飞行员了。你还想当飞行员呢？你不是要失踪吗？你不是要逃避吗？电话也不接 ，QQ 也腻了。就给我发条短信，让我永远也不要找你。宋子熙，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你不就是被停学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至于躲我跟躲瘟神一样吗你？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你？当初是你说要跟我在一起的，也是你说要去当飞行员的。也是你执意要异地恋的。好，现在出了问题，你就只会躲起来不敢面对。宋子熙，你还是不是男人啊你？够了！丽娟。我其实，番薯。
老板给我个番薯，10块钱两个。好，没带包出来。没带钱啊？小伙子，你女朋友没带钱，快过来付钱啊！宋子琪，我很想你。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已经赶不上飞机了。再买下一班。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听话，你回去吧。我不回去，我不能让你再继续逃避下去了。怎么，你是来拯救我的吗？我是来找你要钱的。要什么钱？1个吻100块，你自己算一下，当初亲了我多少下。等着，这么多够不够？不够，这还有卡，全给你，拿走，拿走啊！混蛋！谢谢啊，我改天把钱还你。不用。沙迪，哎，你们看到沙迪了吗？他不是在里面吗？没有，刚才冲出来，你们看见了吗？没看到。打个电话给他，他打不接。你们干嘛呢？沙迪，对不起，我错了，我刚才抽筋了，刚才不是我，对不起，沙迪。宋子清，你放开我！我不，你爹除了乱跑，你啥都不会。你要是真出点事儿，我，你怎么？我也不知道。如果丁宪真的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我会很害怕吧。哎呀，我来吧，跟我还磕着呢。我走了，你可别一个人偷偷在地下室哭啊。有的话该说还得说。知道了。谢谢，我好舍不得你啊。我也是，要不然你俩再待两天呗。那可不行，再待两天宋子琪又该跑了，而且总得让他回去跟他爸妈认个错吧。我觉得他下次也不敢了，你就放心吧。哎，周思月，我们家线线要是有半点损伤，我还是会杀回来的。放心吧，他不会丢的。那就好。你过来。干嘛？那咱俩算和好了呗。切，做梦吧你。
我找了你多久啊？你都得加倍补偿回来。我们走了，注意安全。别哭，赶紧的，好好的。嗯。我送你回学校吧。不用，我自己可以走。我先走了。学校要是忙的话，别总往这儿跑。我和你妈挺好。我忙得过来的。对了，丁宪也考到华清来了。这孩子我喜欢，身上有股子劲儿，不一般。是我耽误你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还没有到时候。什么叫没有到时候？要什么时候才算是到时候？年轻的时候，我要到江陵去教课，想着让你妈带你一块儿来，但是你妈妈呢，打小过惯了安稳的日子，就是不愿意跟我到处奔波。我觉得这一家人总是两地分割的成什么样子，但她拗得很，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中间呢，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俩吵过很多次。我本以为啊，他自己一个人带着你，会在深海过不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来找我。后来才发现，我低估他了。他不仅把你养大了，而且把你养得那么优秀，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他就经历了多少，吃了多少苦。直到这次出事，我才明白过来，你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为了照顾我，舍得放下这么多年的执念，跑到江陵来，忙前忙后，一个累字没说过。我每次看着他累得睡着的样子，就想，我当初为
什么就非要到江陵去做这个教授呢？我为什么？我为什么非要让他懂我呢？进去吧，这里有风，又该着凉了。相信我的儿子到哪儿都能干得成大事儿。可是爸爸不希望等你把什么事都做完了之后才发现竟然没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你自己的事儿别拿我和你妈当借口，我们好着呢，不用你操心啊。行了，没什么事，回去。终于承认了，我就知道你就是喜欢癫痫小师妹。行了，你就说帮不帮？帮，当然帮。追女孩我最擅长了。呀 ，Hello， 啊，兄弟们，以后我们就是追爱阵线联盟。那我就是追爱。那我就是阵线。你。就是联盟，我真是脑子坏了，找你们两个帮忙，快点！你不要急嘛，我已经打听到了，动漫社在元旦放假那几天要去怀城参加漫展，而怀城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游乐园。哎哎，游乐园好，游乐园好。你看，坐过山车你就能抓他的手了呀。吃鬼屋，在鬼屋里他一害怕他就会搂住你。我上次带孔沙迪去，哎呦，给他吓得滋儿哇乱叫，直接搂。阿姨，你说什么呢你？先挂了。哎，老大，你还追爱吗？追。进。苏总，怀城机器人大赛开幕式的科技展展品已经准备好了，您过目一下。去怀城的机票订了吗？订好了，明天晚上9点。改到早上吧。好。赶紧上去吧。好。哎，不好意思啊，龙总，这次刚好机航有事儿，就让你一块过来帮忙了。没事儿，反正我闲着也闲着，我就当是来蹭玩了呗。行，那我先上去了，你快点。早，龙总。你知道这次动漫社社长为什么没来吗？不是说临时有事儿吗？你傻呀？你看不出他喜欢星鸿飞学姐啊？据我打听啊，这个季航学长喜欢邢路飞学姐多年，可是呢，他就只能看着她一次又一次的喜欢上别人。前段时间啊，他表白了，猜怎么着？怎么？你师姐说，我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去。小师妹，早！早，元芳师兄。早，师姐。谢谢。要我帮着吗？
不用。我想吃，你给你。嗯，这邢慕飞师姐还真不简单啊，她不是一直骚扰你周师兄吗？你可得小心点儿。哎，说到到到到到哎。哎，你怎么来了？这次机器人小队只有五个名额。没事，我跟叶教授打了招呼了。我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周四月，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怀城啊？不是因为你吗？老大那是因……这邢慕飞师姐对周师兄还真上头。秋穗，吃个苹果吧。不用了，我不饿。现在不饿，留着晚上吃。给。师姐，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你听过没有啊？什么话？这苹果啊，要在早上吃。这早上吃的呢是金苹果，下午吃的呀是银苹果，这晚上吃的可就是毒苹果了。哪有你说的这么邪乎啊？真的，我们村老人就喜欢晚上吃苹果。后来怎么了？后来啊，死了。你别瞎说。行了行了，不是你们不困吗？睡觉。谢谢。谁啊？怎么叫你谢谢啊？他是我一高中学长。学长，风森哥，这么早就到了呀？动漫社的房间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直接放心入住。哦，好。谢谢。看人家博从哥不光人帅多金，还这么贴心，好好把握一下啊。我先进去了。一路上累不累？还好。我可以啊。学长，这么巧啊，好久不见啊。学长现在业务范围挺广啊，还负责接待宾客。我是来接线线的。啊，对了，你们的那个机器人大赛是我们赤马赞助的。啊，赤马好像是这样，喜欢什么事儿都掺一脚。那也要有实力才能掺这一脚啊。期待你在这次比赛上的表现啊。这个不用学长担心。元芳，哎，快点儿，来了来了。吃饭了吗？哦，没有呢还。这死缠烂打就是不要脸嘛。说什么呢？不好意思啊。啊，我到了，不跟你说了啊。您是赤马科技的苏先生吧？啊，你是？哦，学长，你先把行李给我吧。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走吧。啊，你好。不好意思啊，你等我一下。好，谢谢。啊。晚上一起吃饭吗？今天晚上可能不行，我得赶画稿。那行，那我让前台给你送餐吧。啊，对了，我的房间是902，有什么事情的话，随时可以找我。哦，好。快回去休息吧。嗯，这样走了，拜拜。拜拜。房间号都告诉你了，你跟我说只是学长？对啊。苏先生，你好。啊，你好。早就听说赤马科技赞助这场比赛，一直想找时间跟您接触一下，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这是我的名片。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点事情，咱们改天再详细聊。好。
华清科研小组的周思月。啊，是我。你好，刚才叶教授给我打过电话了，让我来跟你对接一下比赛的事情。啊，行，没问题。哦，我留个电话，然后方便联系你，可以吗？行。看来帅哥走到哪儿都有特殊照顾哦。好了吗？啊，就是这个。好，谢谢。你好好休息哈。拜拜。你好，王小姐。你干嘛？满了。没满啊。啊。现在满了。你明天什么安排啊？我带你去个地方。你想干嘛？想约你啊。明天没空。什么时候都没空。行啊，那你跟我说你明天去哪儿，我去找你。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就这么不想听我说话？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周思月，你不要这么无赖。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其实你那天和苏捕从说的那些话我都听到了。所以当我知道你复读的这一年这么辛苦这么累都是因为我的时候，我就犹豫了。我以为推开了你，你就能找到自己新的生活。我以为自己是对你好，就擅自做了所有决定。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我很害怕见到你，我害怕你看到现在的我会对我失望，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周思月了，不是那个可以再给你能量的周思月了，所以我只能选择逃避。但是后来你来到华清之后，你出现在我身边，我忍不住去在意你，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我们的未来，可是这个未来绝对不是让你去牺牲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成全我的。其实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一点，不是像现在这样不理我。你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你因为叔叔的事情怕影响我，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怕过。
你说要出国，想把我推开，那我就去解决你对异地恋所有的顾虑。至于学校里的人怎么看待，我不会去在乎。我一心追在你身后，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但是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感情是势均力敌，而不是你来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这个他滴滴答，周思月，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喜欢到底是什么样的？周思月，你在这儿啊？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丁宪，你俩在这干嘛呢？等一下，程思远，你不会真的喜欢丁宪吧？是啊，怎么了？老大，你不行啊，丁宪小师妹直接拒绝了你，那我们后面的计划就泡汤了呀。丁宪室友的联系方式你有吗？楼凤啊，那我有什么好处啊？你不是在叶教授科研小组吗？我有一门叶教授的课，怎么也报不上。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自己都只是个实习组员，我来搞定。周师兄的漫画了，保证完成任务。你刚跟谁打电话呢？啊，我一个老同学。漫展不是后天布置吗？明天我们出去玩呗。好呀，去哪玩？交给我喽。你到哪了，龙凤？哎，好吧好吧，你快点啊。行啊，你连我室友都收买了。看来大家都想帮我吧。哎，票都买好了，真不去啊？大老远跑过来不进去玩一下，票还挺贵的。那好吧，我们说好了，就只是玩，你不要对我有其他想法。都听你的。看看去哪玩啊。进来了，但不知道该去哪里啊。带他去鬼屋啊。对对对，带他去鬼屋。可是没看到有鬼屋啊。你好，请问可以加你的微信吗？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快干嘛？你要是不想玩，我可以自己去的。怎么可能不想玩？那你说，玩什么？
哇，好大的迷宫啊！啊，我们今天来的是个儿童乐园吧？就说你没鬼。啊，你说什么？啊？什么儿童乐园啊？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你是不是害怕玩迷宫啊？我？怎么可能害怕玩迷宫？那不然我们俩比一比，比谁先从迷宫出来。如果我先出来，你就要答应我，以后都不能不理我。好啊，那如果我先出来呢？那就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往左还是往右啊？你笑什么？感觉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走那边，你不要跟着我。我在呢，不用怕。我没怕，我是怕你找不着路。走吧，你走前面。这边。外面的空气真是太自由了。嗯。啊，我赢了。什么？我先出来的。行啊，那也是我让你赢的。什么你让我赢的？我赢了就是我赢了。怎么，你是不是不服气啊？有点。那我们再比一局。来啊。比就比，原来时光可以如此曼妙，憧憬那份美好，回忆留在和你每分每秒，是爱情不可打扰。在你的身旁，当思念在心上留下一束光，是你温柔的过往。想要和你去远方，寻找彼此海洋，让爱的光芒带你忧伤。星空下许的愿望，和你经过漫长。谢。你看什么呢？小时候，爸妈带我到游乐园玩，我也想要气球，可我妈不让。
但给我弟买了一个。啊，对了，上午迷宫我赢了，我还没给你惩罚呢。你想我做什么？嗯。嗯？什么？你给我办一个吉祥物吧。我周思月，给你办吉祥物？你在跟我搞笑啊？道歉啊！道什么歉啊？我本来想全部都给你的，现在就只剩这么一个了。其实一个就够了。什么？嗯？没什么。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想玩的东西？没领到吗？没有。在这等我一下，来杯热可可，还有纸巾。湿了，我自己来就好了。别动。一会儿你怎么这么红？嗯？这么烫？那手怎么也这么冰啊？这好像是我们第二次一起淋雨了，你还记得第一次一起淋雨是什么时候吗？记得吗？高一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2012世界末日，当时还差点碰到老刘了。嗯，世界末日的烟花是你放的吗？谢谢你。世界末日的烟花
让我重新有了考华清的动力。I'm just the one who doesn't want to give you nothing but this cloud. You're gonna stay in the light, alright. I'm gonna be another side. It's been a long day, haven't heard from you. And I've been waiting too. 在你的身旁。